消息现在已经放出去了，紫月很快就会来救我们的。 皇上，怎么想通了，想跟本王赔礼道歉啊？对对对，臣等思前想后，顿觉自己行事不妥，特意备酒菜前来谢罪，望皇上海涵。哼，你觉得我会这么说什么？皇上，既然你不愿意当傀儡，那好，你便下黄泉吧。你放心。 我会通知朝臣，说王上暴毙身亡，死前留有诏书，由我执掌天权国印。诏书？你晓得没？本王一个字都不会给你写。勇气可嘉，在下佩服。王上，你想过没有？太傅全家的性命，掌握在你的手里。你写还是不写？皇上。 你若把我惹急，即便你写，也未必能保全太傅全家。本王写。聪明。 皇上，上路吧。曾经本王最不想要的江山，现在也不是本王的了。怎么只有酒喝，没有菜吗？ 如果你知道本王死了，你会难过吗？遗言也留了，王上还要拖到什么时候？抓紧时间上路吧。 皇上，这酒不能喝啊！ 本王才不会像你那么傻。
他们的注意力，然后我带人混入城内，兵分几路，才迷惑了魏将军。这是子瑜所有的人吗？全已战死。快别说这些了，别说了。